婚姻观消费处这项表扬活动叫做婚姻女主游，第一届总共选出九位杰出的妇女朋友。这九位则是表扬的优秀女性，分别来自各行各业。因唔但有杰出的表现，对社会也做出真大的贡献，造福地方。那今天很高兴，就是说我们第一届的一个举办，我们可以邀请来自工商界也好，教育界也好，文化界，甚至宗教界，甚至我们的司法界啊，还有我们很基层的啊农业界哈，我想涵盖各个领域，不管你是在哪一个领域做努力，其实啊，你只要很认真、很辛苦的一个投入，我想都是值得大家学习的一个很好的榜样啊。所以今天啊，首先当然要恭喜大家啊，成为啊，第一批哈云林县值得学习的哈、女子样哈。婚姻观消费处为着要进一步促进两性的平权，准备阁设立一座婚姻女主管，收集地方优秀妇女的故事，提供予大家参观学习。为了打造整个性别平权的这样的一个工作，所以我们在啊这一栋大楼的四楼，我们有营造一个小小的空间啊，打造成云林的女子馆。那将来我们会把啊，每一年累积的我们云林县值得啊学习的女性的典范，我们把这些小故事，我们会把它布置在我们的女子馆。那所有啊去使用这馆舍的啊女性朋友也好，男性朋友啊，他都可以了解啊，在各个领域，我们云林县到底哪些女性在为这个社会在付出。这就是选模范妇女的电名局，都是长期甲天主教徒从事社会公益事业，帮助地方的弱势民众。我们天主教在我们的这个云林县哈，有很多这些社福机构哈。那我想我今天得奖哈，这个功劳哈，绝对不是我一个人的哈。因为我的背后有很多很多支持我的教友兄姐，还有我们的整个天主教的团体哈，他给我们很大的这个支持还有协助哈。那我在这里也非常诚恳的邀请大家，如果说你的工作之余也能够奉献出你的时间的话哈，也能够让我们这份关怀的爱心哈永远的传续下去，让我们这个对社会的关怀哈，这个爱是永不止息的。婚礼馆目前女性管理员有23%，女性乡镇市长也占25%，女性就业的人口有141,000+，占42%，所以伫地方的影响力来讲，女性也是较弱势，这款情形有需要再改善。记者余明伟采访报道。